有请副部长。还请副部长就备询台。委员好，副部长辛苦了。我想今天质询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位委员都很关切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以及陆克基地被感染的事情。那本席在这里继续追问两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要请国防部来回应。罗斯福号被感染，这个数字一直上升，但是被感染的美军都撤离到了关岛。罗斯福号有这个能力撤离，它有直升机、战斗群，有很多能量。我们的敦睦舰队现在出去到目前为止非常平安，也到了帛琉。虽然帛琉目前没有感染，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照片，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我们的敦知在每一个参访点要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虽然帛琉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只是目前没有，这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下面的港口，当然这是机密，我不要你们回答。如果有确诊案例，我们的下一个港口要不要有应变计划，是取消还是怎么样，请国防部等一下简短回答我。第三个，如果有确诊，我们又没有紧急撤离后送的能量，如何处理？回到台湾之后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请简短回答一下。是，我先简短，现在我们都一切安全，都是平安的。那至于另外几个事项，我想请参谋长、海军参谋长跟你说说明。喂，好，报委员，我是海军参谋长。第一个，我们在敦睦远航出发之前啊，我们就已经备好了我们所有的防疫的准备物资。那第二个，在出发之前啊，人员都经过相关的检疫作为，确定人员健康，我们才出去。然后第三个就是委员有PO出来那个照片。第一个，我们目前确定就是说，第一个敦访国帛琉是没有零确诊的，但是我们实际上因为基于我们自己尊重这个当地防疫的政策，那我们自己因为有疫情，所以说我们开放参观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开放参观，但是表演的时候，表演之前我们都有戴口罩，全程戴口罩。好，参谋长，我想请针对我的问题回答。是，如果有我们不具备美军这种空中撤离的能量，这个应变计划有没有？报有。我们怎么撤离？报委员，不是撤离，因为我们目前没办法确诊。如果说他有上呼吸道或者发烧症状，我们会在船上做隔离，有确定我们有安排隔离区。好，我讲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对了。目前我们敦知只有在船上隔离的应变计划。假定确诊，我当然不希望。假定确诊，没有后送回任何一个临近港口治疗的能量，对不对？是，所以一定要跟敦知讲清楚，要确保这个隔离设施是完善有效的。那么第二个，我刚才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如果下一个港口，当我们不谈有确诊的案例，这个国家还要不要去？我们会取消。好，谢谢，希望你们能够具体的回答。陆克基地现在没有感染，但是假定有的时候，虽然基地很大，这个我们都去过参访了解到，那么应变计划，因为洛克基地这些飞行员数量并不多，但是包含眷属，这些都是每天上班下班训练接触的，应变计划空军完成没有？是，委员好，谢谢委员关心我们的训员啊，还有眷属，目前健康情况都是良好，那配合到美国的这个防疫措施来准备，那如果要后续要治疗，也是在美国做治疗。报完毕。好，这个应变计划要很具体可行，好不好？下面一个我想问副部长，礼拜三结束以后，清明扫墓，现在各县市政府扫墓的各种措施都已经很明确很具体，第一个减少，第二个有关这些都希望用网络的方式。那么国军从南到北有这么多国军的公墓，有这么多忠烈祠，我们的眷属或者子孙都会去祭拜，国防部有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有，我们现在把人数都做一个尽量的精简，然后避免大家群聚这样子。那我想的是具体措施，不是尽量精简。你譬如说在中和这个忠烈祠，你有没有管制？
有没有限人数？有。有没有要求？我们有管制报委员，有管制人员，我们今都在安排在室外，然后会量体温。好，每一个公墓它的人数控管，不管五指山，不管在这个空军公墓，都有没有管制措施？有人员管制。是，我希望能够在媒体上出现，让眷属知道，你自己公布的东西要让要去扫墓的家属知道，他被管制，他不要在什么时段，这个应该要跟县市政府配合，是这样子才能够具体有效。谢谢。不要让国军以及国军的遗眷们产生这个破口，提醒注意。谢谢。最后一个小问题，前一阵子第七舰队在南海试射飞弹，媒体是这样报道，我想请问一下，美军所披露出来的是在菲律宾海试射，而不是南海，那么这些说法国防部有没有责任要让大家讲清楚？菲律宾海跟南海是不同的海域，它的范围有多广？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关第三国在公海试射，发布射击公报，发函飞安通报，发布航船布告，目前在周边海域有没有这个讯息？请空军参谋长很简短的回答一下好吗？报告委员，谢谢委员对国防事务的关心跟非常专业的这些指教。那第一时间我想美军在周边的活动，包含像飞弹的试射，那第一时间我们都有全程掌握。那有关于委员所就教的区域，确实就是在我们菲律宾以及西太平洋整个活动的范围。第一时间国防部掌握全程，而且也适时的用通过媒体来向大众来说明。因为媒体有报道是在南海，所以我想将来国防部针对这些比较敏感性的东西要说清楚，才能够教育整个全民。有些时候不必太恐慌，有些时候必须提高警觉，防止中共的挑衅。但是这些范围是国防部的专业，应该适时很明确的在媒体披露，让百姓知道。希望国防部能够改进这一部分。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请好，谢谢吴淑怀吴委员。来，副部长，各位官员，请回。